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谢谢我的请问大家，请问你做门徒有偌久啦？你最近甲主的关系怎样呢？你有将主耶稣排在第一位无？这是咱一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能帮助我来明白真理，知影主的心，帮助我听你的话，照你的旨意做人做事做门徒。阿门。耶稣受洗上升的日子近了，所以一定以往耶路撒冷行去，因为无偌久以后，伊就要受钉死的十字架，流出伊的宝血来洁净咱的罪，来救赎人类。耶稣一切的使者第一头前行，两个使者就是两个门徒，来到撒玛利亚一个村庄，爱为耶稣来陪伴这个过暝的所在。不过那边的人无接待因，因为伊面向耶路撒冷行去。撒玛利亚人为甚物无爱接待爱去耶路撒冷的人呢？主前722年的时阵，亚述人伊去拍这北国以色列，伊拍赢了，伊就将伊家己的百姓甲无党的种族搬到撒玛利亚迄边去。以色列人就甲因通婚就生囝，安番就发展出这撒玛利亚人。犹太人无欢喜即撮甲外邦人通婚的人，因为因的血统无纯洁。反倒转来，撒玛利亚人也是讨厌即犹太人，这两个种族之间发生了真多的冲突。安尼，犹太人若是要来往即加利利，就是北方。到犹太的南部的时阵，伊常常爱行别条路，无爱行过这撒玛利亚的所在。伊人甘愿行较远的路，也无愿意来经过这撒玛利亚的所在。不过，咱的主耶稣伊无这款的偏见，所以一切人去到这撒玛利亚村庄来为伊陪伴这过暝的所在。撒玛利亚村庄的人无欢喜，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两个学生就是约翰和雅各，受到这拒绝，真正受气，伊就问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要阮叫天顶的火降落来，将因消灭嘛？”但是主耶稣甲约翰、甲雅各讲：“恁心内想甚物，恁毋知影。”这两个门徒因误判，马上来审判。耶稣来毋是为着审判，耶稣来是为着救赎人类的罪。上帝对人的疼痛是无分种族，无分男女、富贵还是丧乡，耶稣来是为着疼痛，不是为着审判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到落尾、到最后，拢会面对这审判。审判是属上帝，咱只要照咱的主的心意做门徒就好。在咱这个时代里面，咱去传福音、传扬上帝国的道，也会遇到真多的问题和拒绝。有时咱遇到的，伊是真正公开来反对；有时遇到的人，伊是真正客气甲你讲埋；有时会遇到一撮人，伊就无插你，伊袂甲你讲话，伊就行开了。在安怎的情形以下，咱受气是无用的。咱就要了解主的心意，
学习主的榜样，伊来是为着拯救罪人，伊要达一个人拢得着救，无要任何一个人沉沦。所以，咱为着人的救恩，也爱吞论，来为阿弥信主的人来祈祷，求主来拯救因。我捌去过印度一个地方，是伫印度的南方，去边一段时间来宣教。了，伫迄间教会，是伫乡村内面吼。迄间教会有真侪病侪的寡妇，所以教会就教导伊安怎来吃衫、做衫，来维持因的生活。教会也伫伊教堂的四周围种植蔗糖。有一年，这蔗糖被收成的时阵，和对敌用火放火来烧杀。不过教会兄弟姊妹，伊无惊吓，伊有关是专心做门徒，继续敬拜上帝，传上帝国的道。伊专心来跟随耶稣。主耶稣甲门徒受到撒玛利亚的人拒绝以后，就用另外一条路去耶路撒冷。在路上有人来对耶稣讲：“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拢要跟随你。”这人是想要做主的门徒。主耶稣就甲伊讲：“何里有洞，比鸟有兽，人子却无枕头的所在。”我对耶稣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伊意思是讲，你知影无？阮刚刚和撒玛利亚人拒绝啦，今暝有地方困啊无？有关是一个问题。你要跟随我是真正好，不过阮是四围去传福音，无定着的地方徛起，会通讲是无家通，无厝通转。我甲学生的、甲门徒的生活是无稳定的，甚至是无安全的。安尼，你会得接受啊无？你阁要做我的门徒啊无？这是主耶稣问迄人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才甲伊讲：何里有洞，比鸟有兽，只是人子无枕头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耶稣在这世间，会使讲是一个旅客。咱基督徒，咱就是门徒，也甲主耶稣一样，也是这世界的旅客。咱虽然有厝通徛，不过在这地球安居乐业，不是咱做门徒的目标。门徒的目标是主耶稣，咱委身乎上帝，委身乎主。无论咱的环境怎样，拢要做门徒。毋忘到落尾到最后，主耶稣会称赞你，会称赞我，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仆人。第六章，主耶稣佮对另外一个人讲：“来跟随我。”迄个人讲：“主啊，容允我先倒转去埋葬我的父亲、我的老爸。”耶稣就讲：“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。”你听到这个经文的时阵，可能有个人会觉得主耶稣真正无情哦，无人情通讲。人的老爸死了，你拢你也唔准伊倒转去埋葬伊的老爸，实在是无人情。其实耶稣唔是无人情，可能你会记得，当耶稣受钉死的十字架的时阵，伊虽然真正痛苦，不过伊阁是顾念伊的老母玛利亚，伊将伊的老母玛利亚托付乎伊的门徒约翰。主耶稣是真正孝顺的，伊未会阻挡人去孝顺父母。并且在古早时，犹太人的厝内若是有人过身，死人是当日迄一日就下葬的。
有即阵即第二个人，甲第罗宾甲耶稣来讲话，对，即道咱就会知影，伊个老爸阿未死，佫是真正健康伫厝内。因为若是伊个老爸死了，伊就应该是伫厝内来就丧，未会走出来。伊即阵走出来吼，就是讲伊个老爸阿未死。若是伊个老爸真的是死了，伊伫厝内接触到即伊老爸诶身躯，伊就是无洁净诶。然后伊无洁净，照即犹太人诶律法，伊是袂得走出来四处行诶。所以真正真正明显、真正清楚，伊老爸骨也未安息。安尼即个人讲，等我埋葬我老爸以后，再来跟对耶稣是甚物意思呢？可能你真正聪明哦，你讲意思浅浅啦，就是等下摆啦，以后再来跟对耶稣。这人对耶稣的回应，何条的回应？伊的意思是，唔是即阵，唔是今日，等下摆，等以后，老爸安息了，互伊即埋葬了，将伊埋葬了，我无即家庭的责任了，迄时再来跟对主耶稣。不过主耶稣看咱做门徒是上帝重要大圣的事，需要咱马上放下一切，脱去这世俗的期盼来跟随伊，并且这时阵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来行去，因为伊上升的日子近啦。做门徒是第一要紧的，是迫切的。未得等家己的代志做完了，才来跟随耶稣。咱伫传福音的过程中，有时咱会拄到一撮人，伊讲下摆啦，等下摆再来相信。因中间可能有人讲，我等我的大家大官结信了，我再来信。咱会明白伊的心情，出来有时大人。伊无方便来接受耶稣，无方便来做门徒，咱会明白伊的心情。总是咱唔知影代志会怎样来发生，会照伊所愿望的情形来发生也无。即句阿摩会讲啊 ，What if tomorrow never come？ 那是无明日呢？咱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明日会怎样，所以咱做门徒，咱委身乎主做门徒，就要把握这个时间，抓住这个机会。咱听到主的呼召，知影伊的心意，咱就要赶紧照伊的旨意去做。主耶稣伊面向耶路撒冷来行，在路上拄到第三个人，伊讲：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是容允我先去辞别我出来的人，就是等我甲我出来的人讲拜拜，要我再来甲你做你的门徒。耶稣好意的回答是讲：手扶着雷鹰后快，未配进上帝的国。在巴勒斯坦，就是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生活的这所在，因人的田地是未平坦的，犁地的时阵，未得回头看后面，因为若是看后面，伊犁的地就未得，安怎会歪来歪去？日正的时阵就真正艰苦了，你犁地看后面。一定是未成功的。在旧约内面，咱知影一个罗德的某，罗德的太太，天使牵伊的手，爱逃走离开这所多玛城的时阵，这罗德的太太，伊贪恋这所多玛，伊个额头倒转去看，伊就额头伊就变做一支岩条，
所以军队主，咱就爱注意，看伫头前引带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，咱唔通回头看后边，咱爱专心看咱的主，若无咱就会行歪路。兄弟姊妹，伫今日的经文内面，咱看到耶稣甲三个人讲话。第三摆的交谈中间，三摆的讲话中间，主耶稣拢表明，做门徒生命中是生命中上第一要紧的，第一要紧的就是委身乎主做门徒。无论要去叨落，伫叨落困，叨落食，徛伫叨落，甚至甲咱的家庭来比，委身上帝的国。也是排第一位的，上第一重要的。迄阵回头看后面的，未配进上帝一国。主耶稣予咱的救恩，毋是予咱一个去天顶、去天堂的 passport。伊拯救咱，予咱伫当下就食做一个新造的人，予咱伫当下就食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对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咱就爱委身乎主，咱的心意爱更新变化，爱分辨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就是迄美善美好的、通喜悦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咱知影了，就照伊的旨意去行。各位，咱无爱看后面，无爱乎这个。世俗的事分散了咱的注意，咱对上帝的角度要专心一意，无要三心两意，无要予甚物挂心的事来阻碍咱对主的委身。无论咱的环境怎样，甚至是拄着拒绝，咱拢要抓上帝的国，食做咱活命的中心。无论甚物情形。咱拢爱委身做门徒，伫厝内、伫教会、伫职场，就是伫做工的所在、伫社会，咱拢是门徒，总是要甲人来分享上帝的疼痛、甲福分。兄弟姊妹，你我是门徒，咱是门徒，做门徒是无容易的。不过做主的门徒是一个福分，是安全的，因为有主带领咱。今日的启恩经文诗篇十六篇甲咱讲，耶和华上帝是咱的主，是咱的福分。第一以外，咱无有别的好处，咱所得到的，伊为咱来保守，伊是咱的一切。伊使咱一切的福分，伊也掌管咱的一切。咱的主是美好的、美善的，因为咱的心意是美好的。上帝美善，未会因为你甲我的环境怎样变化来变化。无论你觉得怎样，你感觉是怎样的，无论你的人生的经历。怎样？无论你伫教会的经验是安怎款，是好是歹，上帝有关是美好的、美善的，伊按你的心意是好的，咱就爱听伊，委身做伊的门徒，永远来跟得伊。咱爱倾向指教咱的耶和华，伫每间咱的心中也指示咱。咱予上帝伫咱的面前，因为伊伫咱的正边帮助咱，咱就袂忧愁。因为安尼，咱的心欢喜，咱的灵快乐，咱的肉身也袂安然的徛起。因为上帝的确无将咱的灵魂歇伫阴间，也无予伊的圣者来看到阴府。各位，咱领受主的教训，跟随伊，倚靠伊，
咱的信心就得到坚固，并且咱也得到国外的应允，得到上帝永远的福分。做门徒跟弟子是咱的福分，是第一要紧的，上帝重要的事。咱佛祖在咱的面前，咱就会专心，就袂摇喘。兄弟姊妹，互咱继续忠心来服侍主，为神做门徒。上帝甲咱同在，只是咱安静落来来祈祷。伫你心内求主来甲你讲，你即阵的情形是怎样？你做门徒的情况怎样？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，你甲主来讲，伊是你的福分，是你的帮助，伊的确会将你带倒转正确的道路，伊爱你行的路。若是你心内有关有淡薄代志，是过去受到的伤害，主也要将伊提拔，因为伊爱你，甲伊一齐来行耶路撒冷的路，伊的确会来帮助你。咱将古早的代志拢放落，拢交托乎伊。只是在你的心内，甲主讲，主啊，我要专心跟随你。感谢主垂听我心内的祈祷。阿门。